跟他吵架，几个月不说话了。哎呦，现在好了，哎，现在好了。没好，还是一样的。还是一样的。他嫁人去。跟姐吵架不行，你是妹。我知道，我不是怪女儿，怪妹妹。哎呦，你也不会啊。吃吧。所以他不给你煮啊？不是，他很忙，真的，他一个人做，没有人帮他。是，他也辛苦啊。所以说嘛，我说，哎，我们两个要吃。他有时他生气了。他说他早上很早就去买菜、买东西，三点钟。全部都这里都是他管理的。啊、哦。以前有一个人帮。那个人帮爸爸，他有点辣。瘦瘦那个。不用，我不喜欢吃烫。这个肉你喜欢吃这个肚子的鸭肉啊？你吃吧。有啊。好。我们有出来就是这里。我们都是在你们别的地方的，我们吃不来。你姐姐煮的味道好。我这里的水，不让山水有啊，不知道怎么说啊，就是要用啊，不能直接喝。哦，要那个蒸汽机，要叫那个蒸汽机来过滤一下，是吗？对对。过滤器。可是别的家他们就是一直来。不过你就是一直吃，像我们厂里一样嘛，到那个机器过滤一下，搞出来。对。别人的家就是那个直接。他不管。直接就拿回来煮。对，他们那不。那你姐好心是吧？对啊。老板娘，来吧。哎呦。忙个啥的？忙啥的？都是兄妹一样啊！来你这里喝这么做生意这么久了，你应该要陪我喝一杯嘛。那平时就喝一杯，晚上不喝一杯。哪个是你妹哦？哪个是你妹哦？他不认识我了。他不认识你了？忘记了。他忙的忘记了，不是把你卖忘记，他是忙的时候忘记。哎，你那个一层多少钱？啊啊，不是，我吃一层多少钱？我给你买一层要多少钱？他说买那个买回去自己煮早上，多少钱一个？一个是多少？15,000。一万五。刚才你说是一层，一层是什么？他是一层。一层我就慢慢。他啊。现在一层嘛。啊，他就是一层，啊、他要一。一公斤。我们说一趟，那一圈嘛，一趟。一圈。一万五。嗯。你留两。还是一条。哎，对，一条，一可以说一条，我一可以说一张。那是一条吧，对吧？你想吃一条还是？一层嘛。像那个纸板这一层一层的层嘛。嗯。你要带你这里来，我带。他带回家。拿回家。啊，打包拿回去，早上煮。吃早餐。他再拿回去。Hello。你能说英语吗 ？Hello 是你好。Hello 我知道。Hello 是你好。Hello you。对呀、啊，他的老公啊。他是哪里的？英国的。我不知道，可是他能，应该是能说法语还是英语吧？英语应该是英语。应该他们是英国的。对。英国的。分不出来。来，小妹妹。
你也吃吧，这个我又忘了是什么呀。地瓜粉，他们叫地瓜。地瓜。我们那里说红薯粉。在下面啊。地瓜粉，他们叫地瓜粉，我们叫红薯粉。红薯。红薯。红薯就是。可是这个。红薯地瓜叶。这个好像不是从红薯出来的。不知道到底是什么，我们搞的。这个也是算一种粉丝哈，粉丝。这可以吧？就是河南也就是、那个。你吃吧。你吃。我搞两次之前。那你们结婚了吗？啊。有几个孩子？哎呦，我们这个现在去哪里找到？没有。骗人。他不相信，你问他。你骗人。你怎么？三十四还没结婚呢。我们那边中国就这样子。